老嘉宾，暴露一次大柚子都不告诉我，暴露了我的东西。这一次我要好好藏一下。我们还是要分组吧。对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有一个新的规则，什么规则？就是我会有一些隐藏的东西，就是混淆里面的东西。你们如果破坏掉了混淆的东西，要赔钱的。啊，不能瞎破坏，是从自己兜里面掏出来吗？对。那真的，如果我们赢了会挣钱吗？那有礼物的，有奖励。两兜空，比第一次好哎。但是要赔钱，要赔钱呢。就是你害怕你破坏了它原有的东西，就不行。来吧，来找新手。对，哎呀，我豆子一坨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我们要抽签决定是不是？对。好，这个是我来，太棒了，我有四个选择呢。上一次我藏的东西被人给破坏了，然后我还一样没找到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又给你上回的太大了，学钱。是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高低要破坏一堆东西。上个手能吃不？第一个跟你讲，藏果然很好，会知道一些什么是干扰项。计时开始。拖把，你肯定跟上次。时间到，藏好了，藏哪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我还没追上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藏完了，你去了。哎。咱俩一伙儿的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问我啥意思啊？你俩一伙儿的，那下一个应该谁去？我去。啊？你那边都在啥？你们什么？加油，豆子，加油！你看着，看着，拿着我的电话，加油啊！一样 ，fighting。Hello， 我是豆子，我来了，我来抽这个纸条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已经熟悉这个套路了。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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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到谁家大门口？哦、我这没有味儿吗？你怎么又是带味儿的？我这味儿老大了，你看它滴。我为什么我选臭豆腐？哎呦，我拉屎了，我这哪儿结实吗？再套一个吧，我都要漏了。不行。脏。拿下吧。你这不把混淆太假了。对。做的。我去，该我了。你就越假，你太假了吧？是吗？演戏。嗯。我感觉这食堂。哎呀，抹护手霜了。是我以前就抹了。这个味道稍微有点太重了，茉莉姐姐啊。哎呦，我这么香。掩盖啊！我跟你一组的，这两个让我选了是吧？对。看不见，选这个吧。牡蛎，海蛎子。咦，我天，这个味儿！这味儿不算大的。啊，这还不算大。嗯。
你是想藏在哪？你猜。我猜。你猜我猜不猜？这位置怎么样？我猜他们没有人会去碰垃圾桶。计时开始。哎呀，怎么早就计时呢？翻垃圾桶的女孩。不能用牌，把牌拿出来。OK。又拉前面证据了是吗？谁还不会洗手呢？我喷点香水。哎呦啊！一喷，哎，喷太多了吧？来，哎呀，来，行，别动，哎，这多好！我藏完了，藏哪儿了？我听你在外面说呢。做作的女孩回来了。我喜欢做作女孩。藏水，哎，藏水，哎，这个味道可明显，袖口都湿了。肯定是先洗手再喷的香水。对呀、啊，最后就剩淘淘姐姐了，是吧？嗯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没有选择了，我就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对，是什么呢？上吧。这个得怎么藏啊？这不比白菜大吗？这味道太重了。这不是味道重的，有比这味道重多了的。啊？这个可以说。我可以用是吧？可以。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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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！我藏的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是不是全场 VIP、MVP？的隐藏术再次征服了大家，还有破坏，还有破坏，别破坏，不许，我就不破，我就不破坏。孙导说这个走廊现在有一股味儿，你们闻到了吗？啥味儿啊？我闻到了，但像香水味儿，像果脯味儿。出发，计时，计时4分钟开始。山楂肯定不是了，谁那么啥呀？这个棒棒糖更不是了，没办法破坏呀。拆开包装就算破坏。哦，那我不破坏。关键是我现在不确定是干扰像还是他们藏，还是就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不管了。恭喜你，破坏了干扰像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保证他们还能破坏干扰像，你信不信？就赔个菜花吧，不来点事儿。我今天就得在这屋不出去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肯定都搁这屋藏的。是吧？是吧？不是，这玩意不能是你家的家吗？这雪碧太干扰了。还有3分钟，这么快啊？我不信，再不好怎么着？破坏？没有，赔钱。
提示吧，啊，这屋确实有一个东西，一个才，一个或一个以上，一个东西，最后三十秒，很隐蔽，超级隐蔽，超级隐蔽，破坏，赔钱，哎呀，便宜，哎，这能破坏吗？养牛奶呀、啊。豆子眼睛和牛奶过敏，纳豆肯定不是了。像自己一样，四破坏，三二一，时间到，赔钱。还没破坏成功，没事没事。这个吧，我就摔了一下，但是没洒出来，没事没事。为啥找不着呢？行，那现在呢，你们就是什么都没找到。如果你们的同组队员也找不到的话，就按你们赔钱的程度来分输赢吧。好，豆子，听说你赔不少钱了，赔多少啊？不能说。我们开始找吧。行，那个计时四分钟开始。四分钟啊？嗯，四分钟。行。嗯，走开。难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这是啥呀？特坏油。好，反正山楂没多钱，赔钱。这是啥呀？黄油。反正山楂没多钱，赔钱。这是啥呀？这是棒棒糖。是吧？我觉得韩导让我们藏的东西都很邪恶。这个也是吃的吗？也算是吃的。这是啥呀？再咬一口呢？这是谁咬的？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是赔钱了还是没赔钱？肯定赔钱了。赔钱。这是啥呀？这个肯定有猫腻。好，赔钱。嗯，这是啥呀？这没人咬吧？嗯，没人咬过。不咬。我是参与游戏的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百坏。他是骨折了。好，对了。耶耶，味儿挺大呀。嗯，赢了，是不是？那你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你们伙的呀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现在呢，最后一分钟我给你们一个提示。这个屋里面呢有一个，走廊里面呢有好多个。好多个呀。对。那肯定是走廊啊。
其实我刚刚想藏鞋里来着。谁跟我想一块去了？这什么？臭豆腐，你需要破坏。这么算破坏吗？不算。怪不能到地上，蚂蚁打我怎么办？你得开开袋。啥呀？开开袋了。闻一下。好，成功。耶！哎呀妈！哎呀！臭豆腐。时间到。好，时间到。我破坏了一个臭豆腐，一个鸡爪。你俩是我们同组的。哎，臭豆腐是他们组的，所以得赢了呗，就是。对对对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们就按照破坏东西的钱数来定输赢了。好。魔力姐姐总价破坏15.2元。都有什么？贵呀。挺多呀，菜花、巧克力、雪碧。他把我给你的巧克力吃了。费列罗。豆子破坏总价20.07元。那都破坏什么了？那天呢？菜花、鸡蛋两个。为什么要两个呢？为什么？你怎么把鸡蛋放在我那个放美妆蛋的下面？我一拿，我觉得正常人应该想不到。这钱得真给吗？真赔呗。嗯呢。还有奶，还有纳豆，然后呢？蝈蝈姐姐破坏的少，一共才6.20元，只破坏了菜花。对，6.20元呢？这么贵呀、啊？这么贵呢？淘淘姐姐破坏总价16.5元。这么贵呀、啊？山楂、雪碧和纳豆。这么贵呀、啊？咱俩赔吧。那所以说呢，就是蝈蝈和魔力姐姐就胜利了。那是我藏被找到了，你藏？我藏的被找到了。你俩藏哪儿了？我们去找一下吧。带你们去看看。好，你找我藏的东西吧，找，但是我的东西用道具。好了，我给你们拿下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干嘛呢，淘淘？哎呀，哎呀，嘴折了！哎呀妈，卡管子里边了！哎呀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东西能藏起来，厉害吧？厉害，王者厉害。那我们现在去找蝈蝈姐姐的东西吧。现在啥呀？吃的吗？对呀，吃的。在你桌上吗？没有啊，没在桌上。没在桌上。那在哪儿啊？蓝的，这蓝的。你让我搬了没有啊？没有，给我，真没有。来揭秘吧，把垃圾桶袋拿开。啊！啥呀？买的是什么呀？生蚝没吃过。啊！生蚝？太厉害了！其实我也放垃圾桶，没看这个垃圾桶。哦。谢谢你没翻这个垃圾桶。红火的哈，走。回去，我来。这个奶瞅着挺好喝，我应该把它放下。你刚才要破坏它好，你就可以喝了。嗯，那个奶贵呀、啊。我怎么感觉其实我们两个赢的有点那个？请进我找东西小能手。这一个大雪碧赢得多合适。就这两个是我们的奖品，还不错，就该可可奶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它那菜花你们怎么办呢？菜花可以做菜吗？对呀、啊，然后就是也行吧也。这价值比那个豆子也破坏的高一点。嗯，那其实这个炒了之后也是给他们也得吃啊。我们接下来以后还会有什么第三代、4、5代、6、7代吗？嗯，看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吧。我喜欢，然后就让我来藏吧。那小朋友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想不想看第3、4、5、6、7？对，好。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已经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。